我们想用全力去打造一个超级享受的度假风庭院。这个庭院由丰富的充满层次的热带雨林植物装饰而成。热带雨林植物的搭配要注意很多方面的细节，否则会显得过于凌乱，不高级。除此之外，在不同的庭院功能区，我们采用了嵌入式的融合方式，庭院的空间围绕不同的视线需要而展开。例如，室外酒吧就被巧妙地布置在游泳池周围，它被郁郁葱葱的植被所包围，提供了令人惊叹的视觉体验。一个高级的就餐区，客人可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沉浸在雨林的氛围中，旁边的廊架仿佛在热带植物中生长出来。在这样的庭院里生活，你是不是会忘记时间的存在，沉浸在度假风满满的热带植物之中呢？原想家，您身边的造园专家。